狗狗吃巧克力会怎么样？张立远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虎科专科医生。巧克力中主要引起狗狗中毒的是可可碱，可可碱属于生物碱，宠物狗吸收了可可碱之后代谢能力比较弱，所以就容易出现中毒的情况。而咖啡因会对狗狗的神经系统造成损伤，使狗狗的心跳过快，神经性兴奋，出现癫痫或者抽搐流口水的症状，甚至是出现猝死的情况。虽然现在很多巧克力都不正宗，是由代可可脂代替的可可碱，但是狗狗食用过多也会造成狗狗中毒。对于大狗来说，体重比较大，吃一点巧克力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小型犬吃一点点可能会引起中毒的现象。所以如果狗狗误食了巧克力，主人就需要立刻将狗狗带到医院，给它进行催吐、洗胃，减少和阻止机体对可可碱的吸收，然后密切观察它有没有其他异常反应。如果有，需要进一步进行输液解毒的治疗，不要拖延。